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最近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准备要来了，那个日子会让所有男生同胞绞尽脑汁，会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个日子就叫情人节。那么在这一年一度的这个情人节里面呢，身为好老公以及好男人代表，我一定有帮妮塔准备一个非常好的礼物，就这个。Oster 5 Plus 水响意式咖啡机，这个礼物呢是妮塔她笑讲非常久，从我们刚认识交往初期到现在，她每天都需要用到的东西。然后这支影片呢会记录就是我跟妮塔提早过情人节，还有这个礼物的开箱。那么在开箱之前呢，我这边要先各位小小的预告一下，今天虽然说是情人节，但是我这边还是想要稍微跟她调皮一下。今天除了是一个很甜蜜很恩爱的情人节企划之外，同时也是整人企划。今天我要帮他做一个香菜拿铁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需要用的材料：薰衣草的茶叶，薰衣草这边我要来做薰衣草鲜奶茶。第二个香菜粉，因为我不可能拿瓶子出来给他看，我要先骗他说这个是抹茶粉，应该这样子吧？再来 ，OK， 那么就开始吧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呢，我们想要来提早过一下情人节。Yeah. 今天中午呢，我们要去吃一个我最近非常想吃的东西。泡沫红茶店，对，反正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心心念念的泡沫红茶店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赶快去吧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一样来了，泡沫红茶店就在我泡沫，比泡沫超多的。珍珠奶茶，好喝吗？它的珍珠有点太软。然后刚刚还是稍微逛了一下街。啊，等一下我回去要开箱礼物哦。我有礼物、哦。有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但我没有准备你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然后我们就回去开箱吧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回来了。然后妮塔还是处于一脸懵逼的状态，说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已经准备好拿我的礼物了。在拿礼物之前，我要给你出三道谜题，你可以稍微想一下，猜一下你的礼物是什么。第一个是你一定会每天用到的东西。我一定要每天用到，好，对，再来。第二个是你给我炒很久的东西。第三个是你最舍不得买的手机，不是，手机太贵了，所以是没有手机这么贵的东西。对，那多个提早，每天早上都会用到的咖啡。来吧，来自己把它拆开来。哦，这么大一箱。对，应该就是咖啡机吧。你知道为什么会这边缺一角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泡泡刚刚已经先帮你验过货了。哎呦哎，有那个感觉，哇，真的很漂亮哎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就是那个用粉的啊，我的咖啡机。好，刚刚稍微研究了一下，我们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，在咖啡机的功能有什么。首先，它可以泡浓缩咖啡、泡拿铁、卡布奇诺，可以打奶泡，只差不能够磨豆啊，其他它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加牛奶，然后加牛奶的地方在这边。耶，可以喝我的拿铁跟卡布奇诺。哇，看起来有模有样。好，那待会这边呢，我会来特调三杯，代代特调。能喝吗？先不要吵。然后呢，这三杯调完之后，妮塔要给出试喝心得，这就是我完整的心意啊！你要给出最公正的奖品哦。我觉得会最公正。好 ，OK， 那开始吧。好，开始。来自美国的 Oster， 创立于1924年，由恒农行总代理。推出风靡全美的家用果汁机 Oster， 除坚持品质，更在产品设计上力求创新。近年来拓展多元的小家电， Oster 将美式风格带入更多消费者生活中，提供智慧、实用且兼具美感的厨电产品。Oster 5 Plus 水响意式咖啡机，一机5 Plus 适用于市面上任何咖啡粉及 Nespresso 胶囊，高压萃取两倍咖啡油脂，更浓更香。智慧奶泡系统，分离式奶槽，不需要另外添购奶泡器，喝不完可以直接冰冰箱。好了，我这边要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把手，这个东西是来泡胶囊咖啡用的、嗯，今天用不到它。这一支是我们用来泡咖啡用的，这叫什么？放咖啡粉的地方啦。对，这个是挖咖啡粉的，然后这个就是双倍浓缩咖啡用的。那我们今天我为了不要让妮塔喝那么多咖啡因，我就用一份的就好。那我现在就要做咖啡咯，想喝什么？我要喝拿铁。OK。
铁完成了，而且它是用奶泡的。我们家泡泡被咖啡机吓坏了。你吓坏了，给你试喝你的第一杯代代特调，好香哦，而且它是有奶泡的。嗯哼，它这里可以直接调节奶泡的多跟少。嗯，是好喝的那种啊？好喝啊。是因为我的关系好喝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不拍了，不拍。你看第一杯是小试水，我跟你讲，早上起来喝一杯这个就是爽。好，第一杯打几分？我先打个3.8。那我打3.8是因为我要留一些分数给后面两杯。好，很好，就我最喜欢这句话，太棒了。好，来第二杯，首先把这个神秘的液体倒进这个杯子里面。薰衣草鲜奶茶。好，那我来喝喝看。薰衣草味道很香，小心烫哦，应该是不到很烫啊，有点水，有点水。嗯，那可能是我茶的比例抓不对，但是很香。如果浓一点的话，我会蛮喜欢的。但它喝起来不知道为什么，那薰衣草茶有一种凉凉的感觉，有一种薄荷感，还不错，蛮好喝的。如果奶味再重一点的话，应该就更好喝。嗯，但是已经有复刻出那种感觉了。你看，都喝那么快，这个挑战的精神值得嘉许。我给个3.7分，准，你一定要比3.8分高。那我们最后被你救回了。现在家里弥漫的咖啡香，我好喜欢。我头好晕啊。好，来最后一个参赛选手就位。拉拉，为什么看起来有点暗黑饮料？我有点怕怕。在乱搞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怎么可能？现在呆呆在搅拌一个神秘的液体巫婆汤，然后一只青蛙跑出来，超像的。有没有看到那个咖啡的黑跟那个绿色的粉末混合在一起？超像什么蔬菜汁的？你到底在做什么暗黑料理啦？等一下，我先加牛奶。哒哒，它好像突然变得不巫婆了。因为颜色的关系吗？因为加了牛奶。好啦，那我来把它搅均匀一下。哦，就由我们的妮塔大神来喝给大家看。好，我来喝一下。Oh my god！ 你粉加太多了啦，喝起来还粉粉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个零分，这不行呐。那你再喝大口一点，我们来加点牛奶。把那牛奶加完看看。我感觉这不是加不加牛奶的问题。你在说拜托？你自己先喝喝看，你在想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过来。你这样还有脸说你之前在饮料店上过班吗？自己的饮料自己就往一个好处想，你至少已经很熟悉这个咖啡机的使用方式了、哦、是吗？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看起来正常多了？好喝，好喝吗？你觉得喝起来像什么？香菜味。来喽，准备要公布答案喽。什么？等等等等等，什么意思？香菜粉。我就觉得来香菜转过来，你被整了。有一股菜味，你被整了，难怪这么难喝。Eat good eat， 不喜欢，负100分。哎、欸，这其实没有很难，没有到那么难喝了，是不是？其实还是可以喝得下去。如果要泡那个给你喝，我每天都愿意。我不要，我每天都愿意。我刚刚就说我有一股菜味啊。我们很有心嘛，这一次我都把你那个最喜欢跟最不喜欢的东西都一次准备到位。你太过分了。来，那我们来给今天这3杯咖啡，你最喜欢哪一杯咖啡？然后请讲出它的心得感想。我最喜欢第一杯。然后嘞？然后嘞？第二杯也不错啊。第二杯也不错。对啊，那个薰衣草鲜奶茶也不错，蛮特别的、嗯。自己在家里平常是喝不太到了，但是第三杯真的不行。可是第三杯是我花最多钱的。2杯钱。那个香菜粉我找了好久。烦哦、喔，为什么喝香菜粉、啊？原本菜也买不到，我要直接去买香菜，然后回来自己磨。好啦，大家如果有想要整朋友或是另一半，可以去买一下。好啦，我还是很开心今天有这台，耶、嗯！ Yeah， 终于有咖啡机了。来，感谢这台 Oster 让我圆一圆想当咖啡师的梦想。好啦，这是情人节的礼物，我非常满意，因为有这台咖啡机。不是因为我很有心吗？还有你很有心，很好，给过。那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！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我们的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在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